程。大家好，我是白时尚，很高兴又和大家分享明星时尚与搭配技巧，希望我的文章让你对时尚更加的感兴趣，让本身就好看的你更加的有魅力。女孩子在选择服装的时候，最为常见的就是用上各种裙装来进行装饰，不同的时尚风格会对应上不同的服装。要说在选择裙装的时候哪一种最为适合学生妹的话，那么在选择裙子材料的时候，就多多的试一下用上牛仔的材料来搭配自己。这种牛仔的裙装在冬季的时候还能有效地低于风寒，所以也是这个季节当中最为适合的了。那么在选择牛仔裙装的时候也是不能随心所欲了，因为现在的牛仔裙装有很多不同的款式，也有很多不同的风格颜色，所以在选择牛仔裙装的时候建议还是要做出更多的考虑，才能让自己的裙装搭配更加的新潮一点了。牛仔裙装的颜色选择经典的蓝色裙装，要说牛仔的时尚颜色当中最为常见的应该就是蓝色的效果。不管是将蓝色的牛仔材料运用在哪一种服装当中，都能有一种休闲的服装效果。那么蓝色的牛仔裙装还能让自己的时尚有一种学院风的效果，并且蓝色的搭配也比较常规一点。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就算是用上一些比较浮夸的服装与蓝色的牛仔裙装结合，也并不会有那种比较凌乱的味道了。如果你在选择牛仔裙装的时候想要寻求那种比较常规的效果，就可以用上蓝色的牛仔裙装的搭配了。沉稳的黑色裙装，但是要说哪一种时尚颜色比蓝色更加百搭一点的话，那么就应该是黑色的效果了。并且在选择黑色牛仔材料的时候还可以加上一些拼接的效果，这样的话还能让自己的黑色裙装看着不是那么的单调了。在冬天的时候穿着这黑色的形象来进行装饰，对于冬天来说是非常适合的，因为冬天的服装造型本身就是比较臃肿的，而黑色的裙装造型还能让自己看着更加的显瘦一点，所以才能让自己的时尚更加的有气质。成熟的女人可以多试试这样的形象。裙装的款式有哪一些？吊带的牛仔裙，在选择裙装的时候款式的选择也是比较重要的，选择适合的裙装款式才会让自己的时尚变得更完美一点。比如说在选择裙装的时候喜欢学院风的效果，那么就用上吊带裙装的效果，这样的服装造型基本上都是叠穿的效果，让自己更加俏皮一点。当然如果搭配得当的话，在选择服装搭配的时候还可以打造出来一种女团一样的时尚效果，对于女孩子来说这样的形象搭配也足够让自己的那种灵动的味道真展示出来，让形象变得更加的少女了。半身裙的款式成熟一点的女人在选择服装搭配的时候可以用上半身裙的款式，并且在选择半身裙的时候可以用上紧身的款式，也可以用上宽松的款式，通过不同的款式能让自己的形象变得更加的完美一点。如果想要自己的形象更加的窈窕的话，就用上紧身的时尚造型，但是如果想要让自己的时尚搭配更加的放松一点的话，那么在选择服装的时候就用上一些 A 字裙的效果，并且在搭配的时候还可以用上长裙的造型，这样的形象搭配算是能让自己的形象变得更加的高级一点，对于女人来说是一种比较不错的成熟的选择。好啦，本期的分享就到这里，记得关注白时尚，了解更多时尚搭配技巧。对于本期内容你有更多看法的话，欢迎在评论区和白时尚一起分享交流。若是本期内容给你提供了实用的穿搭灵感，别忘了点赞和收藏哦。我们下期再见了。